近日，刘心悠、薛凯琪及谢婷婷再次合作拍摄广告，相隔一年再碰面，三女即聊不停，聊到手舞足蹈，令现场充满欢笑声。广告讲述三人边试不同的造型，准备去派对，边谈女生们的闺中密室。他们更及时穿上多套时尚性感的晚装，尽秀香肩及美腿，叫人眼前一亮。在拍摄亲密镜头时，三人更忍不住互摸对方的手脚，并大赞好滑啊。而拍摄其中一张合照的时候，薛凯琪更摆出诱人姿态，高举长腿，同时又躺在谢婷婷的美腿上近2小时，令谢婷婷要忍受麻痹，但专业的谢婷婷却毫无怨言，令刘心悠大感佩服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